侧身拉打心态沉稳，奥运桌球好手林昀儒虽然在混双项目和陈思宇不敌中国组合王楚钦、孙颖莎，以2-4输球止步八强，但他没有时间沮丧，因为还有男单等着他。必杀技反手拧运用自如，小林同学准备在奥运舞台上大秀一个人的武林。接发球的部分会 多做一些变化，就不会光只有拧球，可能再加一些摆短或劈长，这些可能让自己的技术更全面一点，然后也比较好应对各种不一样的发球吧。做好准备面对挑战，世界第八的他单打32强，交手实力有段差距的克罗埃西亚选手 Garcina， 前四局11-4、11-9、11-9、11-6，完全碾压对手。等级当然是应该可以说是所有比赛最怎么说最高的舞台吧，就是所以说，但如果从我自己心态，我还是希望把它当作一个正常的比赛，这样子可能心态就是自己的无形压力可能也不会那么大吧。胜不骄败不馁，沉默刺客始终保持平常心，晋级16强的他也盼望能携手高成瑞持续高飞。继续有陈威陈旭的采访报道。